长了，距离上一次出国已经将近3年了，然后有点紧张，所以我们也蛮提早到了。飞机在是9点半的，但是我们大概6点就到了。那个地勤人员顶多还没上班，我们比他还早上班。总共加转机会搭19个小时。从我2019年的经验来讲，坐那么久的飞机并不会让我储水，所以我不担心，所以等一下就放轻松，好好的吃东西喝东西，剩下的放到飞机再吃。吓死了！我们家人都来了。你刚不是说3个吗？他跟我说3个。加油，陈建新！加油，陈建新！加油，陈建新！加油！快要抵达我们的转机点，这边旧金山。然后呢，理想的话，希望在12月可以飞到这边拉斯维加斯。那为什么要去那边呢？因为那边就是 IFBB 的最高殿堂，就是所谓的奥赛。如果呢可以顺利的在这场比赛得冠军的话，12月就可以去拉斯维加斯了，对不对？拉斯维加斯。我们已经到了华盛顿特区 DC 了，现在身体的感觉就是有点时差，不知道有没有睡饱，有没有吃饱，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刚刚最后降落前是有一点点想吐，不过现在又好了一点，就是有点累。下去也是很辛苦，要现在拿着相机，手举高高的。我们现在都很想睡觉。对对对，就算现在再累，我们都已经准备好战斗的心态，拿完行李，我们就要直接杀去饭店。原本要去超市的，但是我们也不去了，直接先睡觉，好累哦。秒睡王，刚刚一上Uber也是秒睡，现在要再继续秒睡。好，我们赶快上去睡觉了。睡觉。我们直接住在会场的饭店。对，我们算是第一次住会场饭店。对啊，可是会场饭店有个缺点，就是不能自己煮饭。对，但是我们已经有想办法，我带饭锅。哎，不能自己煮饭，带饭锅。你醉了。到 Seven 买一些补给品。没错，医院今天开始灌水，今天28号了，比赛30号。我今天给自己设定8000cc 的水，全部都在这一袋里了。好重哦！我的泡面不小心露出，12公斤。然后现在是凌晨几点？美国时间的凌晨4点。我们刚刚走了这么大的路，走路只要6分钟的 7-11。没错，好险有这个 7。从转机的飞机到现在都没有吃饭，因为一到饭店就直接睡趴，连澡都没洗。没错，刚刚洗完澡好舒服哦。超舒服，感觉把身上的病毒都洗掉了。目前身体状态也还 OK， 精神良好。明天去超市补碳补水。后面有了。你在开心什么？处处有温暖。我们来到了美国，目前还没有用到美国的现金，然后换的全部都是纸钞，但是这个是需要投币的。我刚刚在那边看的时候，竟然有一位善心的美女妈妈。美女妈妈，就是因为她太善良了，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因为她就问我说我有没有零钱，然后我就跟她说就是没关系，我再想办法。然后结果她说没有关系，她可以给我，因为她会退回来，我再去还给她。好，神物，
料理好的鸡胸肉，100卡，然后它有20克蛋白，2克的脂肪跟1克的碳水，只是它的钠有460毫克。不过我现在也不怕钠，所以应该是还好。哇，碎啦！觉得这个粉看起来好像很好吃，买一个回家吃吃看。大丰收，我们有带那个购物袋来，然后又忘了带出门，所以赚到一个洛梨购物袋，蛮可爱的。明明就是花钱买的。好吃吗？只差是冷的，不然味道还不错。哎，要不要就要加热啊？不用，不用。现在倒数2天，你就要上台，对不对？对。一到这边，你的固定饮食就没有办法执行了吗？没有办法一模一样，可是因为我固定饮食就是让我比较方便找到食材，吃的跟平常一样。我刚刚去那家超市，直接有熟的肉跟熟的饭，我就可以直接刻了。然后我又带磅秤，所以可以吃的跟我平常的量一模一样。但是来美国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有时差，睡眠完全被打乱。原本会固定知道几点要吃饭，几点要喝水喝乳清，时差的关系全部都乱掉了，变成是我要去平均算出我每一个小时要干嘛。你有用时刻表吗？我到美国时间的9月27号0点0分到，一整天，然后到比赛那一天，每一个小时我都先把它打好。算出我每一个小时要吃多少东西跟喝多少水，足够我补碳跟吃的热量是不是够的。大概这2-3天我都会一直要持续的调整，但是我有一个主轴，这个就是我的主轴。就因为我备赛一阵子嘛，我大概知道我吃多少东西会有多少的饱足感，然后到下一餐之前我饿的感觉会怎么样。那这些都是很好的经验，去让我知道我吃的量会不会太多或太少。我一样在这边睡觉起床会量体重，希望可以跟平常的状态差不多。体重计划是多少上场？应该是71到71.5。3年前是多少？那时候状态不好是72。那我来到美国呢，吃的东西就跟台湾其实是一样，看到是鸡胸、白饭，然后自己有带这个燕麦、花生酱，然后刚刚也买了牛奶，然后还有优格跟蓝莓。所以如果你有看我上一集影片的话，我吃的东西就跟台湾几乎是一模一样，产地不同而已。就我们这一次其实来的时间抓很短，一方面有我们希望快点回去，所以没有要调时差的意思。我只要我在上台的那一段时间精神状况是好的就好了，毕竟是台湾时间的半夜的凌晨，大概3-4点，所以我只要大概把我平常睡眠时间延后，每天偷偷晚睡一点，这样。对对对对，把它拉到每天都熬夜一下下这样子。很多人会问我说，我在备赛的时候会不会喝乳清？告诉大家会。但是我最后赛前4周，我只选择这个战神的纯奶茶。现在喝到乳清其实都会有代糖，但是纯奶茶它就是不添加代糖、不添加糖的。我会希望我最后尽可能干净嘛，所以我也把我的 Zero 一些平常会喝的代糖饮料全部拿掉。代糖是不是会储水？有研究这样讲啦，但我觉得在我身上也还好，因为去年我佛系减脂，我都没有停，一天还是喝了1到2罐的可乐，状态还是还不错。那只是说这一次计划就是直接让自己除掉代糖的一个饮食计划，这又是一个测试，是一个测试。从开始喝乳清以来，一天就是2份，所以我到这边到比赛前也是一样，每天都是2份，不做任何的改变。来到这边，你赛前是不是都没有训练了？对，足足3天没有练，加上时差应该是3-4天。我是大概台湾时间凌晨3-4点比，是这边的下午3-4点，所以我自己给自己排，在这个时间去充血看看，看身体状况，然后去练 posing， 更准确的去抓到在台上的感觉。posing 这件事情真的是，好像从你开始比赛之后，你几乎每一天都在 posing， 对，然后每天都说，哎、欸，老婆，老婆你看一下，老婆，只要听到这个老婆这个 key 是这样，我就知道他又要 posing 给我看。老婆帮我看一下，帮我录一下，那个手机帮我录一下，用我的。因为用他的手机，要等一下才会传给我。比过很多赛，还是要持续练 posing， 对不对？因为都还是有一点东西可以调整，去找到自己有力那一个最好的姿势。像我不是说我2019年留了遗憾吗？一方面是状态，我觉得一方面是 posing。你觉得自己没有 po 好？没有 po 好，因为我那个时候有做了一些比较大胆的测试，
但是测试的结果都是失败的。但是那个东西就是上台才知道嘛。这一次除了状态之外，就是 posing 有做一个比较大的调整，一个全新的感觉。我希望视觉上会有满意的结果。总而言之，这一次备赛就是大改款了。大改款，历经三年的大改款，人家卖车也没有那么久。我们明天就要去报道跟上色了。没错，吃完了。天都要吃水果吗？遮到脸，遮到脸，遮到我俊俏的脸庞。哪里？你看我头发剪好了。找不到哎，俊俏的脸庞在哪里？各种水果，明天就比赛了。然后我这次其实没有特别安排低碳跟不碳，其实我吃的就跟平常几乎一样，但是种类都很接近。最大的改变就是。今天的睡前，我要吃令人开心的东西，说来听听好吗？我虽然没有补碳，那这就是补碳，就是我让我的最后一餐补了更多的钠跟热量，还有碳水跟脂肪，也就是我要吃汉堡包。Five Guys， 我们去纽约吃到最赞的汉堡，那时候吃到觉得很惊讶，来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像车祸版的汉堡，然后它最屌的是它薯条。哦，薯条、卡拉姆酒。现在赛后有没有最想吃什么东西？汉堡跟盐酥鸡。对啊，其实这次没有对美食好像没有那么的渴望，但是我觉得这是好事，代表你身体没有那个需求，因为你通常是需要，你欠缺了你才会想要。那代表我身体到目前状况都还是一个蛮舒服的状态，那这是一个好的结果，就正常吃啦。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想吃的东西，就是汉堡、盐酥鸡。还有市场炸鸡。以前你在比赛的时候，常常都会在备赛的过程存很多美食部落客，有好几次比完赛就是报复性饮食。我们有一个叫做什么“垃圾美食大赏”，对，比完赛都要经历这一波，这一波内分泌冲击啊，你要冲击你的身体。你现在不会有这种渴求，还蛮好的，感觉很健康。不会觉得，找到一个自己的方式啊，适合自己的方式。现在的备赛的节奏是你以往这样子比赛下来，你觉得算是不失衡的？对，不会太痛苦。你过程一定还是会有辛苦，但是不会到痛苦，觉得心情也不会太受影响。你现在状态是不是也蛮满意的？哇，如果大家有看这影片，应该会看到我热身的练习。已经播完了。我已经播完了。如果没有太大的问题，我觉得会是我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以前有好几场都是虚弱到不行，要上场前都是感觉嘴唇发白，状态也没有到非常好，然后整个人就是感觉一推就倒了。然后但是那个备赛过程超爆辛苦啊！一推就倒，很贴切。好几次都这样，然后下台都感觉是不是要119？其实备赛不一定要那样，不一定要那样，要用对方式。再强调一次，会辛苦，但不会到痛苦。就是我觉得有一个佛系的基础啊，像我之前有看体重嘛，所以虽然到了国外没有办法跟平常的节奏一样，但是我还是可以利用我的体重去抓我的整体的状态。就要去会场报道了。你有要过磅吗？职业赛的健体是没有分量级的，因为正常来讲健体你有分量级，职业赛就全部一起上，所以不用量，所以拿号码牌。所以高矮胖瘦都有。高矮胖瘦都有，应该不会有胖啦。
check is， 这一天终于到了，明天就要比赛了，我们现在要过磅一下上色，准备好了没有？好啦。准备好了没有？好了。我有专门从纽约过来，今天请假。明天你也会比赛，你也会在？我肯定会啊。谢谢，感谢你。觉得你形象特别的正面，就是特别向上，然后特别对我有很大的激励。现在看到的现场所有的人，每个人的脸都在比凹的，那个切割，就站着你就可以看到他的肌肉纤维一丝一丝的。刚刚还有遇到龙哥，龙哥的脸也是凹的乱七八糟。然后前面这一位选手，他在我2019年比的时候他也有比，然后2020年成绩也很好，上过奥赛。你希望自己拿到几号？我希望自己拿到6号或8号。6、8、11。Okay, thank you. 如愿以偿拿到你觉得不错的号码。对，有八，有一，一加八，这样排下来我应该是在这边。那你知道18是恩恩的日期吗？哎，对，恩恩生日，恩恩之力。官方的摄影。Thank you. What's your stage number? 18. Yes. Which division? Men's physique. Pro show. 我们现在要去预约上色。第一次比赛用官方的 tan。对，过去都是小 H 帮我上，我也想要分担他一点，让他更专心可以做好他的事情。然后我们就花一点钱给官方上。排队。这个味道。熟悉吗？又熟悉又兴奋的味道。每次去看比赛，闻到这个味道都会有点想比赛，对不对？对，心跳会加速，亢奋的加速，有一种闻到家的味道。加油！加油！明天你先加油，然后下午见，明天加油，没问题。好，大家看到我已经上好色了。刚刚很开心，有遇到一些选手，然后台湾的朋友，然后还有一些粉丝都有合照聊天，在这里就会格外的感觉到温暖，因为现在已经接近我要睡觉的时间，大概在2个小时，准备就要叫午餐的东西来吃了，然后顺便再去 Seven 买一下明天要吃的、要喝的水。看得出我脸上有什么吗？我们来到了比赛前最开心的时候，也就是补碳日。但前面有分享，我没有特别安排低碳跟超补。我们刚刚先去买了我明天上场前要补的东西，洋芋片，比较精致的碳水又高钠，这个是在暖身的时候会吃的，能够帮助我充血。还有，这是我的。哦，这谁的？啊，我帮你冰起来了。啥耶？上场前我也会喝一点水分，然后这个水分也是选择这种果汁，就是高糖的精致碳水，慢慢喝，然后边充血，可以让我充得更饱满一点。但其实我明天还是会喝3000的水啊，只是在上场前几个小时，应该6个小时左右，我就会停水了。然后还买了这两个预备的，总比没有好。然后最开心的时刻 ，damn。这个梗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不懂。那我有点忘记它的尺寸哎，没有想到这么大一 can。给大家看一下多大，比例尺一下。那这个算是一个很突破性的实验，对，我不晓得这样效果会怎么样，但是我想试试看，因为我在佛系减脂的时候，高钠跟高碳的东西对我身体来讲不会有太明显的反应，反而可以让我隔天的训练状况变好，所以。试试看，哎、欸，这个口水直流哎，我天哪、啊！看那种大奶妹跟吃汉堡哪一个比较爽？
当然是大奶妹啊。耶！喂，什么东西啦？吃一吃，我们要睡觉了。接下来就看明天了，我们明天见。累吗？不累，几乎来这边每天都睡五个小时，但昨天就好一点，睡了六个小时。自然醒。对对对，还不错，精神状况也不错。我现在距离比赛，我预估大概是还有十二个小时，我等于还要醒着十二个小时。不过通常我起床到睡觉，我的状态应该是会越来越好，所以我还蛮有信心的。对，我也觉得。我这次真的对你超有信心。昨天看到一些选手，有没有影响到你心情？其实，在上台前，我刚下选手，我就知道我又是那个最小只的那一位。这次还好哎。我看你昨天还蛮chill的。这三年的整个身份也转换了。其实我接触到很多的人，很多的演讲等等的，我觉得比较不会像以前一样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小。对，当然我觉得还是没有很有自信的去说我一定会赢，我一定怎样，但是我觉得至少我看到其他的对手们，我就没有再渺小自己了。讲简单一点，就会觉得好像又长大。你长大了？我长大了，就是不是刻意的去说心态要怎样怎样，你就会怎样怎样，而是默默的改变，因为我一直在为了这些事情尝试跟努力，所以经验告诉我我可以怎样，而且我不会怎么样。对，大将之风的人会冠军。我在台上，我一定会记住小 H 讲的，我就是冠军。你就是冠军，尤其是在比对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种请你选我，我是冠军。刚刚看完业余赛，感觉怎么样？感觉这个裁判要的。我要的好像不太一样，在 C 位的人好像腹肌的切割都没有到很明显。对啊，他们的腹肌、体脂，我预判应该都还有10%，但是他们的脸都特别帅，看来我只能靠脸了。我们只能拿冠军了，靠脸的话，应该不会19名吧？不会。好了，上去吃点东西。好，吃饭吃饭，走。先吃一下喉糖。你现在做发声练习，然后那个暖喉一下。怎么做？5次。好，试试看。陈建新，大声3个字。现在不浪费。现在不浪费。因为等这个就是抛。会不会一次就破了，然后你就没有声音了？我就变迪克牛仔。然后我就嗡嗡。你不用太大声，我也听得到。不行的，因为那个现场的音响真的有够大声。但我就是听得到啊。Oh.还是你戴耳麦，我们下面。Boss QC35，蓝牙连线。OK， 好，知道了。那个左边的胸部要用力。有听到。腹肌没有收好。好。那现在呢？会挡到人吗？骨盆不会挡到人，没关系。好，把它挡住，把脸挡住。脸挡住啊，又挡好吗？好，再往左一点。再往左一点。对，评审放电。评审放电哦，对，主持人是女的。哎，刚才有一个人的声音超久。51，他的声音从脚底起来的，由地而上，地核出来。对。Attention. Chen Jin Xun. Go to Mr. Olympia. Go to Las Vegas in December. And he is very, very handsome. He is my husband.He is good. He is a wonderful man.
赛呢，应该在半小时内就会开始了。原本是预定下午三点开始，也就是台湾时间凌晨三点开始，可是现在已经六点了。大 delay 了。大 delay， 真的让我上台可能六点半、七点都有可能。准备比赛的选手，那个时间是很难抓的，你根本很难去掌控你最好的状态应该在什么时候把它展现出来。对啊，但还可以啦。对，我觉得你的状态还是很好。对吧？对，我们稳稳的，等一下时间到冲宝上去。刚刚有赶快开直播，赶快发现实动态，叫大家赶快去睡觉，因为很多人已经从三点等到四点到五点，赶快去睡觉。起床就可以看到消息了，不管是好的坏的，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棒的回忆，很棒的旅程。现在我先去休息，准备上台了。好，走，加油。经过了三年，我这次真的已经进全。
不要哭了，明年我再来，明年我冠军你再哭。Awesome to see. Thank you. Awesome to see.Yeah. I keep going back and forth. I'm just 18. Is Chin Hun Chen. His ways from the front, he looks. And 31 was Long Wu. That's right next to him. Both of them. They're 18, 31. They're literally, both of them are almost literally identical physiques. I mean, this is going to be hard, yes, for the judges.I think 18 waistline, especially from the back, you can see that it's smaller. I mean, look at that. Tiny, look at that waist. It's tiny. It's crazy. I'm gonna have to check my waistline. Yeah. I think because of 18's waistline, I'm leaning towards him. Yeah. Because it's so small.Because they both have that, you know, what the judges are looking for, that wow, yeah, factor. Now, yeah, you're starting to nitpick, yeah, right? To see. Well, that's what you got to do. Right. When you're that close, you got to literally pick them apart. And 31, his waistline looks great. I mean, yeah, it's small as well, but. Yeah. It's just, all right. You know, again, as they keep turning front back, you know, hoping that the physiques might,you know, harden up, change a little bit. And both of them know how to pose and showcase, yeah, their physique well. Yeah. Wow. I'm like, literally, it's a coin flip. You got, yeah, a coin, you flip a coin. I mean, 31, Long Wu from Arcadia, California, look phenomenal. I mean, both of them just look incredible. Right. And 18, I mean...From Taiwan, 18 was Chen Hen Chen. Just look, both of them, the waist were so tiny. 好，影片到这边呢，大家应该已经看完我昨天的比赛了。今天已经是赛后一天，我已经把我的肤色剂洗掉了，然后也睡饱、喝饱、吃饱。第一件想做的事情就是谢谢粉丝。不管是到场加油，还是半夜在手机前面看着直播的粉丝，或是说隔天早上起床给我恭喜的粉丝，你们的讯息真的是我只能用大爆炸来形容。现在只要分享一个，我最前面那个就会不见，卡住了。不管，反正很多的文字我都看了都很有感觉，对很多粉丝讲的话都打在我的心里，不管是赛前或是赛后。对，真的很谢谢你们。然后很多粉丝其实很担心你们给我的加油会是我的压力，但是我想讲的是，你们所有的打气跟加油都是我的力量，都是正向的，没有一点压力或是负面的影响。所以我是真的真的很感谢你们，很开心顺利完赛了，成绩我非常的满意，非常的开心，是我的职业赛有史以来最棒的成绩，第二名。输给了龙哥，在前就很多人讨论了遇到他的状况，那没有错，我知道我自己缺点在哪里，也知道自己还能补强的地方在哪里，我会继续努力。这次的比赛呢，我也展现出了我最大的优势，今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把我的优势再优化。是什么？就是我的比例嘛，我的状态，就是我的腹肌。这两件事情我就一直都相信是我当初会拿到职业卡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绝对不会是因为肌肉量，因为肌肉量是不够的。那个本伟德他本身是自然职业赛嘛，每个选手不一定会有很大的肉量，可是他们先天的条件都是结构比例很好的，所以对你来说他不会是很容易的比赛，对不对？所有月下发职业卡的比赛很多，没有药检的比赛很多人是靠着他大的肉量，然后让他视觉张力很强，然后去拿到职业卡或者状态做得很好。但是因为这是一场自然职业赛，还是有药检的，所以不会有很夸张的肉量，也不会有很夸张的状态。比的我觉得更多的是天生条件，也就是基因。所以我会遇到的对手，他们其实也都是这样子拿到职业卡的。所以我在赛前关注他们的时候，我就觉得哇，
每个人的比例都很好，都很好。你说不上他是那种肌肉怪物，可是他们看起来就是很漂亮。当然，黑人就是美国人，他们的肉量真的，我觉得又比亚洲人真的是基因上有差。我觉得他们整体来讲就更大，可是亚洲人呢，我觉得骨架就稍微又小了一点，所以看起来又再精致一点。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优势，这次就是仗着这个优势，再让它更优化，然后看看能不能拿到好成绩。那非常开心，因为这一场我自己一直告诉自己，它对我来讲会是一场很重要的比赛，因为我做了蛮多的改变跟19年。对，那最后的结果它是一个很棒的回馈，我自己是很开心的，也更知道以后我应该怎么去调整去备赛。你这一次成绩给自己打几分？成绩哦，成绩就100分啊。自己的亚军你是100%满意？如果可以冠军，我当然会更开心，因为我就可以上奥赛了。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是输的，临门一脚的感觉怎么样？这个故事可以继续写下去。你要拍另外一个视频给大家看。Road to Olympia 还可以继续，不要第一集就结束吧。跟吴龙第一次这样子站在他身边嘛，在19年的时候你站在他背后，你没有 first call out。所以你今年最大的理想就是希望可以站在旁边。我希望就是真的能够站在他旁边。这是我在赛前有粉丝问我，我都会讲说我很难赢他，但我会尽力，不管是比对也好，或是 first call 也好。然后就做到了。对，所以我自己很开心，觉得输得心服口服。对。那你这一次比赛给自己的台风打几分？我自己觉得也有90分，当下是很享受舞台的。我不是为了做好一件事情而做。直播的时候，觉得你第一次上场，你虽然是六个里面最晚上台的，但是你就是巨星哎，你上来就有一种就是演唱会的感觉。我觉得我准备要上去的时候，我就是出去，我没有想着我要做什么，因为每天都在练一样的东西 ，posing、routine， 其实早就已经是很自然的可以展现出来，所以我只需要享受当下，然后把我的自信拿出来就好了，完全的沉浸在那个氛围而已。沉浸式比赛，沉浸式的。我在后台看到那些选手，各个选手我都还是觉得好大哦。其实也许我也是很棒，只是我没有看到自己。我们在冲洗的时候大家都在看来看去嘛，大家都在互看，用眼神犀利。对，但这一次我自己在冲的时候，我就发现蛮多人在看。哇哦，他们在端倪你吗？对，他们就是我在做的时候，他们就会这样子做一做，然后这样再看一下，就是这样看的感觉。我告诉你，看到这个我就知道你也不错，我也不错，好棒哦。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这两件事情层叠加起来，我的心态就我就带着这颗很大的心踏上舞台。这个真的是你最大的进步，成绩以外的。比赛就是这样子，你没有办法决定结果，但是你可以把你能掌握的事情都把它掌握起来，做到最好。想补充一下，这三年真的是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其实三年真的可以做很多事情。我求婚了，结婚了，小孩去怀孕了，然后出生了。我们买房子、装潢、搬家了，全部都在这三年，包括恩恩现在长得健健康康、可可爱爱、聪聪明明的，都在这三年发生的。第一年不能比赛是因为没有比赛，因为那个时候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对，我觉得是老天爷给我的时间，他知道我很忙，他知道我每年我都会想去比赛，他要想个办法让我停止比赛。先把这些事情搞定，你再去比赛。所以老天爷为了你把、這個、你是不是有去把这个世界？对，老天爷啊，快点让大爷去休息一下，我们先结婚。你没有那么伟大好吗？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一切都有最好的安排，我的梦想就会继续前进。银牌已经是很棒的肯定了。对。只是我们家就可以祈求一下未来，看一年或两年，龙哥先不要比赛。对啊，我后台问他聊，他就说他这场如果没有进奥赛，他今年就不会比了。休战个一年，然后让我们比比看有没有机会。不是龙哥，赶快再生一个。因为龙哥他很爱家，他爱家，龙哥爱家，他有小朋友出生，他就会为了照顾小朋友，然后可能休息一下。我们跟龙嫂沟通一下好了。对，三个不嫌多，我们一个就够了。对，我们一个就够了，你们三个不嫌多。以上纯属开玩笑，开玩笑。好了，要有信心，也是有机会赢的，好不好？好了，我们继续累积，要对自己有信心，不要再渺小自己。我刚刚这样子讲下来，以往真的是每次在赛前几天哦，那个压力真的很大，耳边就会听到说，我现在是不是状态不好，好像变糊了，很怕，我是不是很小，是不是很烂，我好像扁掉了。
都是这些话在那个。我必须要讲那个，如果你是身为选手的另一半，这个时候谨言慎行，在前的选手脆弱啊，轻轻一碰就破。眼泪是爱的花火。我现在想起了，我好强哦！真的，就是听到你说我现在是变瘦了，你绝对不能顺着他讲。老婆的皮质醇也到天灵盖了，要讲好话啊，而且要讲得很逼真，又不能敷衍。你演的我都看得出来。你看不出来，喂，这一次真的没有演的啊，以前都要稍微演一下，这一次状态真的很好。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因为每场比赛其实我们都有直播，大家都是一直在称赞你的状态，你有没有很开心？非常开心，这个不是称赞，这个是肯定，肯定我做对事情了，也告诉我自己，这一次做的事情应该都是对的。备赛相关的调整吗？对。因为其实2019年那个时候的调整直接翻船了，很怕下一次翻另一边，翻来翻去，就一直是躺着的状态，咚咚咚，好险这一次有站好，有没有？还没有翻，有像职业选手吗？很像了，应该不是说很像了，重说，很像，很像了，这一次呢有感受到饱满。又有看到你的状态，继续努力，至少方向很明确。继续努力，继续努力。然后，再就是真的真的要感谢首页看直播的你们，希望没有辜负你们，然后也谢谢你们的支持，我才能够有这样子的成绩。爱你们，爱心给你们。再来就是要谢谢 support 我走这条路的两家厂商 ，TeamJoy 跟 Moss， 每天都在穿他们的衣服跟吃他们的营养品。TeamJoy 呢，就是台湾第一名的运动服饰品牌，它的剪裁都是符合亚洲人的身形，让你训练跟穿搭都是没有束缚，赞，喜欢，好看。战神 Moss 台湾最强的乳清，那它除了乳清之外，还有 BCA 都是能够帮助你增肌的。这一次最特别的是，我到赛前最后一天，比赛当天的最后一份水分，我都是喝战神乳清，我没有断，一天一样是两份，非常好喝，就赞。再來就是出发前，我最心爱的家人，还有小恩恩，突然出现在机场，给我一个定心丸，给我一个很大的支持。很谢谢老天爷把这些人，我的家人，安排在我的生命中，我觉得非常的幸福。对。那最后最后，我要感谢的人，每部片他都在我身边，每一场比赛，每一个夜晚。每一餐照顾着我的小 H， 所有需要烦心的事，小 H 都帮我网罗下来，他自己处理，然后我专心比赛就好。所以我觉得真的很谢谢他，很辛苦，然后产出一个最优质的影片给大家，让大家看了之后能够懂我们这一路在做些什么，然后传达出一个正确的消息，分享出我们这一趟旅程，甚至整个健身的旅程，还有这个观念给大家。今天呢，是我们比赛隔一天，那我们明天就要回台湾了，因为我们这次没有安排任何的行程，我们要赶快去抱抱我们的恩恩，然后很想他。虽然说他完全不想我们，视讯也不知道在看哪里，回去一样要被我们亲抱。这部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一个我自己心里很完美的句点。那也很期待下一次比赛，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我按赞、订阅，还有记得拉起小铃铛。一样留言都会看，给我一个喜欢。这次看比赛，你们有什么心得都可以留言跟我们说。对，那就这样啦。新眼镜，帅哦。还认得出我？认得出来。斯文一点。斯文败类。等一下我跟你讲是哪一个？好，一个高高的女生。哎，你有没有跟她交换电话？我跟她交换了 Line。Line， 他们哪有在用 Line 啊？录得有点累，我躺一下哦。嗯。哇，躺在这边就看不到你。太远，你说相机有点累吧？对。相机现在正在休息。
我们等一下还要对啊，啊对啊，我们等一下还要剪头发。有啊，我觉得你今天有冠军的味道。真的假的？真的，我闻到了，特别的沉稳。爸爸擦卫生纸，脸上敷色剂，辣辣的。快快！这样容易流眼油哎。那你就老人啊。有点老人的感觉。哎，两点半嘞。对。哇，下去喽。下去了。上场了，给自己信心喊话一下，我很大。我很大。呀。对，所以他非常辛苦，他在我背后脊椎的第五肌那边。你就椎间盘突出那边吗？嗯，然后第四、第五节，对，腰椎那边，他大概就住在里面。为什么住在那么不舒适的地方？没有，我有椎间盘突出啊，你就可以进去。哦，要突出才能进去。不，你挤出来，然后你帮我压在那里，然后你撑腰就撑腰，撑腰，撑腰，你他帮我撑腰，哇，你都有连贯的，好厉害哦。对啊。婚礼都还没准备，然后你又要再比两场比赛，又没有时间去婚纱什么的。有时间。你累得要命。不累，不然累。那你跟恩恩睡。可以。为了要比赛，跟恩恩睡觉也可以。可以。